moments later. 太阳神，你今天已经出现了，为什么还在下雨？因为我现在有点困，不太想拍。是不是因为你今天没有时法？我觉得还没到时候，再等个，等我清醒一下。一会儿我现场施法。就让这大雨全都一下子给我下。这个时候，上天应该要鼓个掌。季节在这施法也挺不错的。你看，下到了。是的，天都不见了，一下子全下下来。嗯。这边出太阳，马上就完事。从这边开了。再把车开去那另外一个草坪拍。嗯。谁都行，快显灵。谁都行，今天怎么复灵了？为什么？没有人来告诉我。为什么？为什么 ？OK， 开。OK， 不要再下。你们不要再下了吗？结束了，今天的所有的圆满。辛苦。真的要去当演员，东西好像其实压力还是喜欢唱歌。
我想跟他接点戏。来来来，走来来，走走走，演戏，真的厉害。那我们 MV 都其实很顺利的拍完了算是，但是我们知道肖云前两天其实出了一点点小意外，你要不要跟大家汇报一下你现在目前情况怎么样？我觉得大家不要担心，因为今天我已经开始慢慢走动了，然后今天也是豁出去了，还跳了舞，就是其实本来我是在剧本里不坐轮椅的，导演连夜想了改了剧本，只能说谢谢导演，又要谢谢导演了，就是很突然发生这个事情，但大家都让我不要继续工作，不要再继续工作了。但是导演他提前两天就已经来到这里，我觉得我不能再就是这个时候自己不来，因为他们都已经来了，所以我决定我就一定要来，不管大家怎么劝我吧。然后就是只是说导演他也担心我不能走，所以改成了要坐轮椅。其实哎，我觉得对我和导演的挑战都很大，其实也不用太多担心。那个时候车祸出完了之后，我们马上就去了医院，然后拍了片，他们是说骨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，只是说让我不要行走，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，因为怕到时候万一出什么问题，让我过一段时间再去重新拍一拍，因为其实现在其实还是很肿的，然后会有一些伤口什么的，但是已经小很多了，我已经可以走路了，反正就是大家不要太担心。那天是在这儿嘛，然后其实最严重的伤口是在嘴巴里面，就是撞到的时候满嘴血那种，就是在嘴巴的里面，我当时也还担心就是会不会影响唱歌啊啥的，挺崩溃了一段时间，但现在已经好，没有什么问题。看到大家都很关心我，我也非常非常的感动啊，微信有很多朋友啊都来关心我，也挺不好意思的，感觉耽误了很多行程。嗯，不是我们拍那个场地，就今天、然后太阳很大很热嘛，那阿鬼就拿吹风机，不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电风扇手持电风扇嘛，然后就吹了，大家都没看到他头发，你自己也没看到吧，卷进去的。我叫了一声，因为很疼，就对，整个好大一撮头发在、卷进去了，那个什么，直接把那个电风扇，但是都没关，它就停了，已经就是就卷到剪，然后我就马上关了，然后没办法拿出来，剪掉，真的剪掉一大撮，真的，你不知道，那会儿你不是说什么什么那个小鸡是不是有点晕？那个时候其实不是，因为我头发，就是这样，起码卡了，有多少？这么多有吗？真的剪了，就是夸一下。不是说把那个螺丝刀拿过来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当时是想螺丝刀给它拆开的，因为怕头发剪掉也嫌不上，就是镜头画面跟不上嘛。然后就是弄不出来。然后我就情绪荡了很久，然后就阴天了。就你说，来帽子，再来一下，已经无数次了。你把手放开，我说男女授受不亲，不是我说为什么还要这个拍这么久，再我说你又来一遍、你把手给我放开那我能放了导演会骂吧然后你就拍那边说没事的，这就叫啥来着，就自我调动情绪，在那种炎热的环境下，他的满脸都是汗。换一裤子忘记了，他怎么这么快？来坐这儿。就是我不好意思就坐到了 C 位，但是这不是我的安排。故意的。我从这边开始吗？哎，你有点不，哎，不是你好大的咖呀！我们女主男主在等你，你们俩合群。我不太合群。你们俩变女主男主，女主男主在等他。就你不戴眼镜就是有点不合群，所以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个镜框，看你是不是满意。哎，他戴是好看的呀。真的吗？那这个眼镜也不会送给你，对，反正就是借你用的。我也不想要，我是不要的。因为他没有钱，你送那是我的。可以可以。